就这种类似两种。就这样，还有，或者是活，就是手拉克，但是打油是打17呢。前日接待入座，灯下一片花墨。昨天随风吹过，留下了今天的我。街灯为谁明亮，照亮谁的寂寞。当我不再走过街灯，也忘记了我。街灯为谁明亮，照亮谁的寂寞。当我不再走过街灯，也忘记了我。我去喝点水。是啊，这是电影的主题曲。是啊，对，这个一定要练，这个当然比较难一点，就是练这个。一二三四五七，那我上次给你们一个，给你们一个认证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这样。就是很难，对，所以说这个是蛮难的。我配起来是很慢。对对，不错，你来配。我们要快。你们怎么练的、哦？就是用那个甩的，甩的。不行不行。1、2、3、4。啊，这样子，那就慢慢练。我上次给你们是。是不是这个？是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。又是可是可是左手啊，不一样，左手对啊，左手酸，对，很难呐、啊，都配不起来。可是配起来可是好慢啊，慢没关系，本来就是慢啊。厉害，哎，老师，那你的比你慢几？慢几没关系，就是这样练。好像上次是四个音的。四个音不一样，四个音是手，四个音就是三，手，对对对，这个是三个音的。三个我看当班长他应该可以弹得出来，到时候就和弦是哆啦瑞嗦啦瑞嗦，再哆嗦哆哆嗦两小节。左手是哆咪嗦，哆咪嗦，或者是哆咪嗦也可以，哆
咪嗦，哎，简单一点可以这样打。哆咪嗦，哆咪嗦，我写一下，有两种都可以。那咪嗦嘛，对不对？敲敲就好。哦，那这个反正右手都是三个点，三个点，这样哒哒哒，这样一种。所以是十二拍还是？哎，不是十二拍，一拍三个音。三个哒哒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这样的。对，这比较难，对。那这个通常把这个哆把它省掉，比较好听啊。但是你在 solo 的时候呢，你当你在右手在 solo 的时候，就是右手在开始弹歌的时候，这个有时候需要给它打的，可以不打可以打，但是不打有时候反而难，就对。那可是两种都可以用，就对啊。另外一个，比如说我也教你们练个是，就是这个一个嘛，这个一个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另外一个就是哆咪嗦哆嗦咪，对，上面就是说，就左手分解和弦就对了，右手分解和弦，哆咪嗦哆嗦咪哆咪嗦哆嗦咪，这个就你们先练就练这个好，开始练就是这个。随便了，你们自己挑一个地方练了。老师，那你这边是弹？你这个，你先这个比较重要，就是一直敲三下这样，哐哐哐，这是最代表作的。那个 Strong 前敲三下，是最代表作的。对。那要练一阵子就是。但 Strong